不認不認中需要認，講緊嘅係正正係阿 Ken 孔卓立同埋 Hillary 劉佩恆。阿 Ken 早前唔小心喺社交平台限時動態上載咗張 Hillary 抱住小狗嘅相，令到佢哋兩個戀情曝光。不過兩位當事人始終未有承認。不過今日有報道就話，女方出入男方位於大圍嘅寓所，而且已經同居啦。阿 Ken 今日終於喺 IG 貼出三隻愛犬嘅相認愛，更加大讚 Hillary 係佢見過最善良、最有愛心嘅女仔。阿 Ken 亦都強調同富貴女朋友 Hillary 財政獨立，佢就話：我好開心見到佢嘅發展，而我自己一直都有工作在身，識我嘅朋友都知道我從來都係靠自己。阿 Ken 更加講笑咁話會努力，令到女朋友成為貪慕虛榮嘅人。最後阿 Ken 亦都向受到騷動影響嘅鄰居道歉，同時亦都希望傳媒俾佢同埋 Hillary 少少私隱。而同 Hillary 合作交戰而熟練嘅 DJ 阿 Zen 同埋爺爺岑嘉琪亦都有留言祝賀。